有一个猫主人过来喂猫粮了，一群猫就过来了。吃完猫粮，来点鸡汤吧。妙妙妙，真好喝，鸡汤真好喝。我喝，我喝，我继续喝。午饭时间又到啦。今天又是吃鸡肉，哎，今天来了一只大白，大白好像也喜欢吃鸡肉，但是呢，他又有点不好意思，怎么办呢？小花，你可以跟大白一起分享吗？小花，可怜的大白，他也想吃，一个劲的在蹭我。那好吧，你得先让我摸一摸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来了一只芦花。芦花顺着鸡肉的香味也来到了这里。嘿嘿，你们在吃啥呢？这么香啊。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芦花这个死猫，它把那个大白给吓走了。快中分去吃，快中分去吃吧。他跟那个猫好吧？中分跟那个猫都不喜欢那个白猫，我待会去帮白猫去，把他们几只死猫通通赶走。你们先吃个痛快哈。黄猫，你走开。让大白他吃一会儿，你走开，小心我弄你啊。你刚刚吃了好一会儿了，你待一会儿，小心我收拾你。别看我，看我没屌用啊。